现在呢就是来到这个天使房，然后让大家看看这边是什么东西。这些都是他们折给我的星星，然后粉丝呢，我的天使呢做给我的那种很多简报啦，他们的一些相册啦、照片啦，非常用心，非常用心做的东西全部。全部都从国内搬回来。我还记得你每次回来的时候就两手就满满的，大包小包。然后这个都是他们画的，对，他们画的。哇，那个是用星星耶，用星星做的。你看你看，那十年前的东西还不舍得丢。2010年的日历，他们做给我的。十年了。哎呀，我哭了，这个。你为什么哭啊？那时候讲到我的妈妈，对，所以就流眼泪嘛，对。真的是太多东西了，太多了。他们折给我的，你自己看多用心。你说这些东西我怎么舍得丢？我都带回来，你看我有多爱他们。对，看我的生日啦，他们送给我的东西，是之前我拍的电影。对，有一个跟我很久的一个粉丝。他把我的活动的全部的视频他都录下来，我去哪里做活动他都会飞过去，全部都会烧成 CD 给我。哇，这是他们用手缝的。我之前也有缝一个花给你，你还记得吗？花给我？哇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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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很久了很久了。应该不见了吧？应该不见了吧？弄丢了。我应该是没有弄丢啦，对，应该是弄丢了，我找不到了。你还送给我星星？对，我的星星呢？粉丝的东西当成宝，老婆的东西当成什么？等一下回房间，如果我找不到，我就会把你惩罚。这些东西我不会丢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以后我过了10年20年，假如我不在演艺圈了，我永远记得就是我的天使们呢，他们以前怎么支持我。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心情比较低落啊，还是要一些力量，我就会来这边，就坐在这边，然后呢会翻他们的东西来看，然后很多都是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对，所以非常感激你们，非常感激我的天使们。对，从以前到现在，在演艺圈呢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，对，给我很大的力量。